玩具 TV 坐埋啲啦。哦，我哋咁 friend 底。第冇錯，第23季第三集，咁啊頭先講咗啦，我哋今次會誠邀到一個好精彩嘅手遊同大家介紹嘅，而今次嘅題材係我個人最中意嘅。Marvel 就是 Marvel Deal 呢個 game， 咁樣我哋請到 Marvel Deal game 香港負責一啲嘅 marketing 嘅同事阿彪，阿彪哥哥嚟到，彪哥親身去介紹，因為佢聽講佢好熟噶啦，已經玩到，唔係上季都打得好好，佢問話係重點係咩啊？貨咗50蚊金啊，大佬，第二位喎，全網嘅第二位，係啊，喂，基本上請個 gamer 上嚟介紹個 game 嘅，好嘢。咁喂，開聲有畫面睇住講嘅係，梗係交翻俾導演準備啦嗱。咁啊，見到其實而家一個好好靚嘅 CGI 就係呢一個 Deadpool。好，咁啊，見到本身有三個聲，係。誒，呢個 game 其實開發咗幾耐？呢個 game 開發咗幾耐？應該上線咗幾耐？哦，上線咗幾耐？咁呢個 game 咧就2020年嘅10月份出嘅。2020年到而家，不過呢個 game 係真係近排開始大推咧。我哋自己留意到，香港其實個玩家講緊係比起頭一年多咗一倍唔止咯。哇！係。而家大概有幾多人到咧？會唔會可以講話得嘅咧？失業秘密，okay, 但係非常好啊！我哋而家啲收入啊，活躍玩家嗰啲都一路節節上升，因為近幾個版本咧，我哋最受歡迎嘅版本就係3月份出。哇！你見到咁大隻 Deadpool， 其實就係因為 Deadpool 其實原來好有人氣嘅。咁係啊，大佬把口又賤，又可以有第四縫牆，係咪先？加上之後我們又出了、黑寡婦的版本，最新最新剛剛雷神上畫、我們連你連套甲都跟埋喎，見到不止啊，真係佢有曬所有的新卡電影嗰啲全部都齊，不如我們看下啲角色係點啊？好，咁我哋又開啦。如果中意 Marvel 電影的朋友就犀利咯，最新出的科學佢哋嘅愛與雷神，Love and Thunder。好，哇！你睇下呢套，只 game 係可以開大個卡俾你睇啊。不過而家可能橫向大家睇得唔係好清楚，所以建議大家 download 只 game 嚟睇啊。佢都真係跟翻電影版嘅設定喎。係啊，我揾埋只 Jing 出嚟先。誒，個 license 就好貴咯。我哋落重本做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佢嗰張卡係跟某一套電影嘅話，佢下面會有寫明佢係跟翻邊部電影出嚟。咁我哋基本上最少每個月都會更新10張卡咗。哦，哇！係啊，我哋真係好抌本去做呢只 game 咁譬如之前，哇！依、這個我真係要講一講，之前蜘蛛俠依只真係我覺得係堅靚嘅卡面。這個開大佢哦 ，Integrated Suit Iron Spider， 我喺度動感喎，張卡佢本身我唔揸就問埋，其實我見入邊有好多好靚、好精彩嘅彩繪咧，呢啲係 CG 畫啊，定係特別揾一啲畫師？即係當然都可以係 CG 畫嘅，咁係即係個處理方法係點㗎？呢、這個哇，佢咧會係咧，首先有張圖啦，佢再加埋有 Live 2D 嘅技術版本，因為始終係手遊啦，佢會有金卡嘅存在。咁你有啲卡咧金得嚟咧，佢會有佢嘅專屬動畫喺入面。哦，咁啊，即係啲 SSR 啦。係佢嘅特別嘅外觀，我哋叫做。但係咧，你貨唔貨金都好，你都會有機會攞到張卡嘅能力係一樣嘅。只不過你貨金喎，咁你咪有啲動畫咯，打起人就會更加有動感為之。明白。唔爭在啦，我直接問翻，咁其實究竟個 game 係點玩嘅咧？個 game 點樣玩啊？咁樣咧？哇！我仲想叉抽俾你睇下，最好抽啲咩出嚟先啊？嗰啲靚卡先。依個藏寶室咧，裏邊就係我嚟抽一啲特別版嘅外觀啊！咁依期就出緊嘅天能神獸啦。咁依個其實係啲友好廠商佢哋原創角色嚟啊！咁我哋當即我都叫幾熟 Marvel， 我都未聽過呢只。天能神獸係另外一個 Marvel 授權嘅原創角色。哦，好正！已經拿出去。哦，差唔多抽唔到，系啊，而家依一次冇，喂，嚟一次，嚟一次，我咁咯，喂，接咗嚟，喺依个技能卡嚟嘅，超凡，咦，金卡喎，系
係啊，依個見月光騎士。Moonlight 就係最新的 Marvel 嘅影集。係，唔係你見翻其實設定同動畫或者漫畫其實都好易分嘅。係啦，漫畫同魔隻畫長嘅。係啊。喺奇異博士嘅技能卡。嗯。咁仲有啲好得意嘅 Q 版 icon 啦，我哋表情我哋 DM 人嚟噶。哦。打牌嗰陣時候係挑人，人哋就係咁樣。即係落機。咁因為 game 點樣玩咧，我哋真係開個人機俾大家睇下先啦。咁呢個 game 咧，其實就一鋪就六個人一齊打嘅。係。咁要點樣可以喺天梯上面上分呢？六個裏面頭三就會上分，之後後面嗰三個跌分啦。咁樣要打咧係需要少少技巧嘅。哦，但所有人都是即時上線對戰的，即是真人來的，哇，哇，好刺激啊。現在這個示範，因為不想等我就開人機啦，但是平日就是真人打的。咁佢哋打嘅時候，佢都係有啲聲係會有啲配音，係好有漫畫嘅感覺咯。咁點樣打法呢？派牌嗰啲係跟能力值、攻守配搭定點樣咧？因為其實我諗最重要一個 game 點樣吸引到玩家，都要睇翻個遊戲性係點樣，同埋睇下會唔會太複雜 whatsoever 嘅。其實佢係相當易上手啊！佢譬如咁樣啦，你升完商店之後，你再刷分咧，就會有越嚟越勁嘅一啲卡牌。咁佢每彎打完之後咧，佢就會有新嘅一啲寶石俾你儲起，就可以不停升級商店去 call 一啲勁嘅卡出嚟。譬如話一啲大家比較熟悉勁嘅英雄，譬如話我有個 Deadpool 卡組，我要 call 只 Deadpool 出嚟啦。咁佢升到五費就會見到一啲比較勁嘅英雄咯。而家就係低費嘅話，就係會見到比較弱嘅英雄。好啦，咁英雄無分貴賤。咁其實都主要都係收藏一啲卡片，咁就拎出去同人 battle。咁但係本身其實勝負係點樣分嘅呢？大家會喺個卡度咧見到有啲數字啦，咁嗰個數字你可以當做係嗰張卡嘅權量。咁咧每一邊咧就係、是。我哋自己呢邊有五張卡啦，人哋嗰邊有六張卡啦，咁就係大家去俾嗰張卡上面數字。簡單啲嚟講啊嚇，咁當然內裏邊收藏，例如 Deadpool 卡組啊，唔同嘅英雄佢有特殊嘅佢自己嘅屬性嘅，咁嗰啲咧就會再去疊加上去。咁最終而言咧，就係、是、我哋左下角嗰度，我哋而家我哋衝住 Deadpool 啦，我哋有21個生命值，咁我哋就同對面打啦，贏咗就扣佢嘅血，我哋輸咗咧就扣我哋嘅血，最終咧。是大屠殺嚟嘅，大屠殺嚟嘅，最終剩翻三個人或以上咧，你就叫贏咗今場。即係你係 upper quarter 定係 lower quarter。如果你係四五六名咧，咁你就叫做輸咗啦。但係咧唔緊要嘅，第一名嗰啲人咧通常都好勁，好似呢啲咁樣放咗咁睇咁我都講一講，而家 layout 咧，其實佢去到遊戲嘅初段，佢就要揀技能嘅。咁你一個牌組裏面有三隻英雄，就唔同嘅特色技能。咁因為時間關係，佢已經自己幫我揀咗。咁佢就會有唔同嘅特點啦，譬如話，我而家用緊嘅技能咧，佢依個叫做 Deadpool 嘅天才點子，只要咧你有 Deadpool 相關嘅牌組擺入去咧，佢就可以用依招技能，可以加一啲非常之變態能力，但係而家又示範唔到啦，因為可能對手人機比較渣，佢係專愛嚟反一啲比較強嘅對手，可以充分突顯到。死侍嗰種好狡猾啊、詭計百出嗰種方法去點樣打贏人哋咯？咁譬如話，其實本身我冇睇，我即係我就咁睇咧。本身你其實係靠六張卡片去做一啲唔同嘅組合去 battle 啦。咁其實喺即係安排啲六張卡嗰陣時，有冇特別嘅一啲技巧或者一啲戰略可以分享一下？哦，咁就有啦，的確係好多唔同嘅特色。譬如話咁樣一張卡，依個係死侍牌組裏邊一啲原創牌組，我有隻好得意嘅熊貓，我哋喺度哀悼下先。咁樣咧，佢嘅特性就係可以令到其他死侍去復活嘅時候咧，加到佢一半嘅能力值。死侍嘅特性咧係佢裏邊好多卡組嘅效果都會同佢嗰個死亡有關啊。咁大家都知道死侍係打不死噶嘛。咁死咗之後咧，死侍又會再翻生，再翻生。每一次翻生，佢都會觸發到一啲新嘅能力。咁所以死侍而家都係一個好高人嘅卡組，又要夠賤啦。同埋隻 game 裏邊，你見到有死亡女神啦。咁如果大家冇錯，呢隻死亡女神熟悉 Marvel 漫畫嘅就知道，死亡女神就係Deadpool 佢最心愛嘅女人啦咁樣。
咁佢嘅能力咧就係、是，係啊，喺佢嘅能力咧就係、是，當佢喺佢左邊嘅死士死咗嘅時候咧，佢會將佢擺喺右邊嗰度翻翻山。我哋示範一下佢會點死法。所以就係、玩呢個 game 會，如果你係漫畫黨嘅話，你就會開心，因為大家都知道等佢出電影等到2046啦。咁但係好多漫畫嘅角色就可以喺呢度玩到。咁其實即係變咗，如果我有大量嘅死士卡牌，最理想就係嗰六張都係同死士或者同死士能力有關嘅牌，一次過打出去個勝算就會高啲。冇錯啦，不過咧就係、是、你前期咧一定係要累積經濟，令到佢有足夠嘅條件俾你買到死士卡牌就 OK。所以佢譬如我而家有一張叫做春季寡婦，但係黑寡婦佢嘅一個我哋遊戲裏面一個特別嘅 skin 啦。咁佢係新春大本，咁佢就會每個回合都 call 啲卡出嚟，你可以賣咗佢，咁你就可以賺到比對手更多嘅石，咁你就可以響後期，譬如我玩死士嘅，咁咪不停 loop 我商店，我係需要一啲石頭去 loop 嘅，咁我就可以買多啲翻嚟啦。你可以出埋多啲。譬如話，另外有啲技巧，譬如依個 game 除咗有角色牌啦，仲有裝備牌，依粒就係力量寶石啦。咁、力量寶石最犀利嘅地方，佢就可以消滅咗你手裏面其他唔要嘅牌，之後就會不停將依粒寶石去加攻擊力。咁呢啲都係好有特點嘅設計啊，可以還原到力量寶石嘅特殊性咯。明白。咁都噶啦，其實如果即係大家有興趣的話，咁啊本身動漫節你哋亦都會有一個示範嘅係嘛？冇錯，去到動漫節嘅時候今年我哋會拍住 CSL 嗰邊去一齊參展。咁我哋到時候咧，你可以用我哋試玩機嚟試玩之外咧，仲有好多獎品可以拎嘅喎。係咪今日我哋會送俾大家睇下？梗係要啦！黐打線，我真係黐打線。裝機打機都仲有獎品我初初嚟到我都不知道發生咩事。整隻巨型啲嚟啊！使唔使 close 咗嗱？有冇嘢介紹先？冇就轉翻個大 mon 咁啊！見到 Demo 同大家 say goodbye 之餘，送呢啲你唔會嚟啦。好啦，送呢啲吸引少少。哇！越嚟越哇！你大佬你打機啫，你送呢啲即係玩嘢。嗱，真係小朋友在做成件事都黐殼嘅根本就，死開！喂，仲有啊，贈品嚟噶，都係嗰句，我都唔明啫。你上嚟換句 AV， 你擺咁 Q 多嘢攞嚟送嘅，大佬你唔係送俾我真係。唔係喎，我有機會，我都有機會攞嘅喎。點攞法啊？喂，冇錯啊，只要你我麻煩清走佢，唔係我嘅嘢拎走。撈咗依個Marvel雕咧，去到我哋攤位嗰度，每日咧我哋登記完之後，每日嘅六點係啊，記住六點，我哋就會抽當日嘅大獎。咁點樣可以攞呢個大獎？抽中你之後，你答一條關於 game 裏邊嘅少少問題，答中咗就可以拎當日大獎走啦。而嗰啲大獎就係啱啱收嘅咁多份裏邊其中一份。你唔係想同我講嗰兩隻永恆族係大獎啊？打鑊嘅喎呢啲，唔知我拖去邊度嚟啊？好，非常多謝曬，今日其實嚟咗。嗱，咁記住喎，當頭兩日咧，我哋多數同阿德哥同其他主持，我哋會一齊咧，見證住呢個抽獎嘅。哎，好啊！冇多句嗱。讀到我名唔好以為做把，我係真係有 download 個 game， 真係走埋 register 嘅。大家靜，即刻靜，即刻 dead air 啊！唔緊要，我都想抽嘅，講真，我自己好想要啫，好大。氣死你啊！都係我句見多見多見到爆喎！咦，咁啊，動漫節你哋個 proof 係幾多號啊？我哋講話一話。23喺 CSL 個攤入邊。CSL 23啊！如果想玩呢只 game 同埋想抽獎嘅朋友咧，記得嚟23係嘛？23 CSL 嘅攤位啊！係啦。玩我哋呢個叫做 Marvel。丢是不是他就是丢好了我们到期时一起丢你了好了转头见就看看基於而家現場係收緊音嘅關係咧，啲人係要咬耳仔嘅，咁亦都唔想。